鲮鱼炒丝冷豆。准备材料：400克四棱豆、30克银鱼、一块八辣尖、一条辣椒、三瓣蒜头。八辣尖加入少许烧水，搅拌融化。过滤后备用。辣椒去籽，切小段。蒜头去皮，剁碎。四棱豆洗净，斜刀切厚片。银鱼过水洗净，备用。热锅烧水，加入少许盐，少许油。将四棱豆汆烫几秒钟，捞起待用。热锅烧油，把银鱼煎至金黄色，捞起待用。爆香蒜米、辣椒，把八辣尖加入，继续炒。再加入四棱豆、一半银鱼，大火继续翻炒。美味巴拉煎银鱼炒四棱豆好了，撒上炸好的银鱼，完成。